你信吗？你口中的坏男人其实都是你培养出来的。你那是扫地吗？柜子都不知道挪一挪，下面能扫干净啊？算了算了，我来，你走吧。你以为扯扯床单就好了吗？屎不漏晒的，不会干就别添乱。地板光拿水拖就行啊，酱油都干了也不知道拿洗洁精拖一拖。算了算了，放着吧，我来。很多男人的积极性就是被你打消的，你不让他参与，他怎么知道你的苦你的累？好吗？你全能，那你就全包了呗。我无能，那我就无所事事呗。但是如果你愿意给他一点犯错的机会，给他一点成长的空间，他也会给你惊喜。在你没有严加苛责的时候，他不仅主动去干，而且干得很好。他未必会按你的方式来做，也未必总能让你满意，但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爱你。如果你让他懒得动手，他迟早有一天会懒得爱你。如果眼里都没活，心里怎么可能会有你？所以说，一个懒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蠢女人，而一个好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智慧的女人。